你仔细想，在你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那个一定是特别重要。那么在戏曲当中，你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吗？学会这个你就成专业票友了。总归离不开这五个核心要素，包括手眼身法步。手为势，心中所想信手拈来，眼为灵，台上全凭眼，一切心中生，身为主，起落进退，策反收纵，法为圆，但见泪痕湿，不知心恨谁，故为根。先看一步走，再看一张口。刚才说的那些每一项都是戏曲艺术里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经年积累方不负观众的期待。任何领域都需要潜心研究，不断打磨，就像五个女博士也有自己的舞法，它是由五个北大女博士联合创立的，专门研究胶原蛋白肽领域。胶原蛋白肽不是胶原蛋白，肽的分子更小，吸收效率也更高，添加量很足，一瓶就加了5000毫克，不玩虚的，每天睡前一瓶就够，拿得出146项无激素检测，喝起来就俩字，放心。口感也不错，是酸酸甜甜的百香果味，还挺好喝的。咱们的国产品牌现在做的是真不错，技术各方面呢也完全不输国外，关键性价比高啊，希望可以跟戏曲一样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。